色的礼服，搭配着我们手工定制的我们淡紫色的头饰，为大家呈现一种仙女气息的感觉。当然，看到我们礼服是一个渐层的设计，当然在我们头饰呢也是做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跳色，为大家来做呈现。呈现的是我们的珍妮，哇！也看到我们珍妮呢，也是我们人气非常高的 JKF 女郎哦。当然，今天也是为大家来做我们桃红色系的一个服装的安排，呈现在大家的面前。当然，我们同事呢也是精心为大家来做准备的搭配，由我们的团长郭手工制作的一种花开富贵的感觉，呈现在大家的面前。好，接下来。